大哥挺好。好。那你的店是什么时候开啊？礼拜天。有看好量那个量程吗？应该有，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就让公司的同事他们处理。那昨天去看了 JJ 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能比如说学回来不错的？学什么？我们东西不一样。对啊，没有冲突。我很喜欢 JJ 的店，很舒服。然后因为它是可以做，就是入境客人嘛，就是可以进去坐的。那我的没有位置，我就是拿茶就走的那种，对，所以它的环境是很舒服的，啊，然后很透的，嗯。那表什么新才艺吗？昨天好像看那个现实动态，好像学到什么手冲咖啡。对，冲了咖啡，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学问了，就是所有东西都有它的神秘之处嘛，吸引人的地方。我觉得很棒，虽然我不是很懂咖啡，对，但是我昨天学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嗯。有些在计划你的那个饮料店会开多少分店？开多少分店？当然越多越好啊。没有特别计划，就。我最重要是我们的第一家的所有的规格、所有的保障、所有的基础要先打好。那未来大家开始做分店的时候，要来就是，这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辛苦啊，那就照我们已经做好的基础去努力就可以了。最近开放加盟了吗？还没有。他干嘛是什么微笑啊？有人回答。哦，好。那什么时候打算开始啊？应该要等，我觉得就是等我们真的觉得这家店我们都准备好的时候。准备好的时候，营业额到达一定的阶段吗？今天都问礼拜天怎么问啦？礼拜天还要礼拜天就礼拜天要来，饮料丢啦？对，这是跳题。我明天礼拜天没话说。礼拜天问，礼拜天问。试营运，没有试营运，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你刚刚已经回本了吧？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还没啊，问别的，饮料店不要再问了。问别的，听说好像那个接下来唱片合约的计划。唱片合约，对，我应该会签给 Uniqlo 吧。是 Uniqlo， 就是最近有在谈吗？有跟 Uniqlo 谈续约的部分。哦，所以是有谈续约又没有，我乱讲。哦，所以谈续约是乱讲的。谈续约是乱讲，真的。所以叫没有谈续约。哎，我不知道。对，那个。哦，谢谢。你还打？还会打？因为好像你一出道就跟华纳合作的愉快嘛，那时候已经好像12年了吧？啊。对，你有想说可以？挑战，有新的挑战，可能挑战换一下新的公司，挑战新的上司的意思，也是挑战新的公司，这是有什么好挑战的？这真的就是缘分啊，人跟人相处就是信任嘛。我们如果达到一定的那种默契，我觉得就当然可以合作呀，就是信任，我觉得感觉吧。那如果这次续约的话，跟以往差别最大的部分应该就是三个时代，就对你选择会有影响。你一直微笑这件事，你一直微笑的吗？其实他一直都很忙。我有说什么？所以不排除跟他接下来有合作，因为他最近好像有新的公司的。哦，对。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下吗？
不排斥呀、啊。所以除了环球，还有跟别的公司谈吗？目前上线公司的你说什么？唱片公司的部分。唱片公司。除了跟环球，还有蛮多公司都跟你有联络的，都有合作的可能。不会直接打给我啦。对，都是跟公司联络。啊。可以聊一下衣服。啊。聊衣服。聊 Billy Eilish。Billy Eilish， 你们怎么不聊呢 ？Billy Eilish。聊一点衣服相关好了。穿上了，穿上了。因为你之前在附近投资茶饮店嘛，那我想说之后会不会投资类似像服饰品牌？哦，服饰品牌是吗？跟 Uniqlo 一些合作的。哦，他昨天也是有问我一个很可爱的问题，他说 Billy Eilish 有衣服，那我呢？然后我就说，对啊，我可以跟 Uniqlo 聊一聊。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是他？我说，因为你是整个 Uniqlo 的代言人，那 Uniqlo 会跟很多人合作，然后我说你就要负责宣扬，不是单一的品项。他反应就很……这个麦克风歪了。哎，他有点不叛逆。所以你自己对于也想要有衣服合作？哎，嗯。我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商品，对啊，演唱会的时候吧，比如说狮子也有狮子的 T 恤，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有自己的 T 恤，对，但是品牌目前我没有想法，没有想法。那现在是因为做的服饰代言人吗？对。那会买几件带回去给爸爸妈妈穿吗？其实我不用买。对，我公司就是那个厂商很爱我，很大方，他们都会定时给我抢先衣物。嗯，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可以穿得到。会啊，他们都穿得到，会穿得到。他是一家人出来，就像 Uniqlo 的员工的代言。也不见得了。所以下次可能要谈全家的代言了。肖爸应该会很开心。所以你昨天跟他们闲聊，有又皮起来惹火哥吗？他脾气稍微比较暴躁一点。你说昨天周冬之哥脾气不好吗？没有了，他一直说什么？他一直说，这说来话长。因为昨天没有，昨天因为我是，因为他们会拍那个，有人会侧拍嘛，对，然后我就会不说话。他就说：“哎，奇怪，你为什么有人在拍，人就不说话？”然后私底下我。就会讲很多垃圾话这样。我说我不是不说，我是我说的话，我说完之后，他接下来的话可能就会被消音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不好表现，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对，所以昨天那个志哥才会说。问杰伦说：“我有做自己吗？”这样子，其实是这个意思。而且他，杰伦哥希望我在镜头上面做自己。我说，我其实超级做自己，但是只要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比较保守，因为我怕他们会有不当的反应。这样子。你有请周总喝过你的奶茶吗？有啊。他的反应怎么样？他的反应就是很好喝。聊衣服哦，怎么又到奶茶这里了？你分享一下，等一下那你有信心就是你的那个受欢迎的程度有干掉他之前比较挺朋友的品相不一样哦？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因为他之前周董的 IG 全部都是那个 Marky Marky， 你有自信就可以取代吗？
成为就是东芝哥的最爱？其实已经是了。饮料到这边。可以停一下，像那个你这一点。对，我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的很多人的话题，无论是生活中听的音乐也好，或者是在看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也好，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受年轻人啊，或者是现在的人的喜爱，对，然后又很流行，然后又是那种无所不在的那种感觉，就很生活，跟以前的，比如说艺术，跟以前的艺术不太一样。以前的艺术，你可能要去博物馆才看得到，要去特别特殊的地方看得到。那现在艺术就是很广泛，然后它可以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成为大家的生活。因为像很多明星跟潮流艺术也会有些相关，你会不会想要也是做一些艺术创作在这方面？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艺术，所以我也很投入在自己做艺术这一块，所以对，所以在家里常常自己忙东忙西这样。关心一下你身体健康状况啊，就是手上次因为妈妈手作为创嘛，对不对？对啊。之前有一度不太能够举高，对不对？不太能够举起来。那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现在手的状况就这样，我现在都没有贴的，它就是一个疤的样子，还好，可以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这样子可以。所以现在是已经开始可以解禁打篮球，因为之前好像手受伤，不太能够打。我已经打了，因为没在关注我，打好几次好不好？打好几次。所以现在可以做一些多人的运动的那种篮球活动。是。还有吗？可是接下来要梅雨季了，那个天气变化会酸痛吗？就风湿或什么的。健康可以吧？我们讲实话，讲实话，因为我虽然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里面没有完全好，所以一直都是有不舒适的感觉，但是都可以承受，所以有没有说天气影响，我还没有办法感受，因为它一直都有状态。这应该是说，我要等它真的完全好，真的完全就是没有感觉的，然后天气变化的季节变化的时候，我再来感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预兆。所以现在就是长期会手酸，不是因为天气变化就是？我觉得是还在修复，因为我这边的韧带跟筋是比这边粗两倍，对，就虽然看不出来，但是你摸的话，它这边比较粗。然后这边是很细，这样细，对，就还是要等它，对，里面还是重。谢谢。那有关天气的部分，我们就请人力宇老师来帮我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哎，那个最后了，那餐饮店之外，之后有没有想要再投资哪一类的？礼拜天的。拜。谢谢大家收下。